稍微多一点，把合计鱼煎一下。油温烧到六成热，下成合计鱼。一面煎成焦喷喷的，再另外反过来再煎一面。煎好以后，加点干辣椒，还有花椒、三加大蒜，整个就可以了。再来放这么一大把葱，一些料酒，加点生抽，再加点老抽、蚝油，来点胡椒粉，稍微来一点点盐，再来一勺白糖，鸡精一勺，一起烤。再来加点清水，盖上锅盖，把汤汁烤干，大概需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打开锅盖，哇塞，汤汁也收得刚刚好，超级香。现在我们炖一下，汤汁也烧干了，葱也烤干了，现在马上可以出锅了，色香味俱全。我们家老公最喜欢吃我烤的葱。